Mr. World 东部世界。哇！15个传送。Oh my god！ 可以进了。走吧 ，Let's go！ 啊！我好害怕，我不行。传送中。 传送舱连接现实世界与意识世界，这里有不同的空间组成，每个空间独立存在。如不能解锁全部意识空间，则研究小组将滞留在意识世界，暂无其他离开方法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我刚才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咱们进入他的意识，他的意识占据主导，把咱们搞坏了。 我们现在逃出去。你有一面墙肯定是能摁的。哎，有脚印，看到吗？是前人的脚印。是要爬出去吗？刚到这屋吗？不是，咱怎么出去啊？出不去了。咱们永远出不去了，是这意思吧 ？No， 我不喜欢这种地儿啊。